深深你好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请到了我们的周深老师，好像听说深深也是第一次来到网络春晚的舞台。对对 对， 对，这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感受就是因为第一次来到了一个新的舞台，然后一定就是会见到一群新的网友们嘛，然后也会能够被更多人听到，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。而且这次的舞台它也是我的一首歌的首唱，也是没想到，就是希望能够传递一个温暖的感觉吧，但具体还是要在小年夜观看我们的网络春晚。因为我刚刚看到就是现场气氛还是很热烈的，有很多现场的互动，你猜一猜网友会发什么样的弹幕给你？希望他们发就哎这首歌很温暖，然后希望他们发这首歌很适合早上起来的时候听，然后也希望他们发这首歌很适合睡前听。这首歌就真的很适合什么时候都能听，对，就是在一个你开启新的一个思绪的时候听，或者是结束新的一天一整天的工作时候听，所以也很适合咱们这样一个开心的一个主题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开启新的一年嘛。对，用温暖去开启新的一年。我相信你的歌声也可以带给新的一年温暖。谢谢小洛。